给我一麦。给你，你确定你有画眉毛吗？我就是没有，我就随便画这样。因为我觉得我其他的我比团多耶，你没有看，我就有猫子给打针了。我是 Mia， 今天呢，我们两个人有一个挑战，对，我们要历史重演。我们在7年前、8年前吧，那支影片应该是我们的第一次一起拍影片。对对对，好青春吧？对，这支影片呢，算是我们的黑历史。我们现在看以前的画面吧。我们上来是有一个 big challenge， 什么 big challenge 呢？就是在5分钟以内。没有照镜子哦，听着，没有照镜子哦，画完整个完整的妆。啊，你不要真是忙了。我去哪里啊？来给我贴眼妆。啊，你在什么？很重要。哎呦，我眼睛有没有被闯？啊！停呀停呀停呀 ！Oh my god！所以今天呢，我们要重演一次。当初挑战输的人并没有做到惩罚，所以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惩罚。这一次的主题是无尽化妆挑战。游戏规则将是我们在3分钟以内没有镜子的化妆。我们是由我们的 cameraman 来为我们就是打分数，输的人呢将会有惩罚，就由你们来下面 comment， 然后赢的人去选择，对，好不好？总而言之，就是谁画到最不丑那一个就是你赢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先卸妆吧。Are you ready？ 卸妆。Yes, I'm ready。我对于我的双眼很有自信的。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卸完妆了。Are you ready？ Yes, yes. Three, two, one, go。可以看了，可以看了，看了，我没有看，我没有看，我看镜子，反镜前面，反镜前面。应该会赢啊！上一次米娅是秒输了，我觉得这一次应该会，我觉得我赢哎。OK 眼底，OK 眼底啊，打最 safe 的颜色。2分钟，不急不乱。OK 啊，演戏。不乱，我好需要。OK， 画眼尾前，眼尾。OK， 眼头。不急不乱。我还想睫毛哎。我飞到我的眼睛，一空第一个。OK， 好，下一次就不画 safe 一点。OK， 然后啊，眉毛必须，眉毛必须。我感觉这时候最 safe 的就是，我的眉毛在哪里 ？OK， 很没有安全感啊，跟当年一样。你画两面眉毛。Oh shit， 眉毛画了，看我的眉毛。Oh shit。可以，我的脸腮红。Okay. Oh shit， 还有49秒，45秒。Okay. Mistake， 最后嘞，我已经改好了。OK， 啊，还有一点时间 ，control， 看一下。嘟，时间到了。哇，怎么你的？这是我的样子，这个是刚好我的样子。明义，你觉得谁赢？明义，等。我觉得其实为什么他会赢，是因为眼睛够大。然后我还要买 mascara 跟假睫毛哎。我觉得有画狗哥超像。你确定你有画眉毛吗？我就是。你有眉毛，我就随便画这样的。我要这个 brush 而已吗？有，那你可以一边用笔的。我一定没人画眉毛了吧？这样子我也可以的。我觉得是死在眉毛，因为我觉得我其他的 OK 吗？你团多耶，你没有看，我就有猫子给打针了。在粉底你没有打均匀啊？你谁说有咩？我觉得这边，对我这边我的均匀呢。你确定你有打到吗？当然，因为你用那个鼠啊，是不是没有颜色的？没有颜色，是有一点带自然，所以它是宋慧乔用的颜色哎。你讲什么？OK 啦，没关系，我愿赌服输。OK， 好，你赶快在下面留言，
到底要惩罚 IQ 什么东西了。这三天的影片尽量一直留言，然后我们会三天过后就决定，然后下一支影片就是惩罚。各位观众，我知道你们爱我的，请不要给我一些很难吃开的啦，吃臭豆腐啊，吃蛾子大便之类的。再讲多一次。我们这一次的影片就到此为止了。如果你喜欢这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，还有分享，还有记得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对，我们下一次再见哦，拜拜拜拜。手工，看看看看，我回家了。